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端午节食粽是千古流传的习俗，用蕉叶、竹叶包的粽我们就吃得多了，用带刺的植物去包，个样似菜篮，不假的粽你又见过未呢？嗱，跟住嘅百味人生食在湾区就会同你去睇下，究竟系乜嘢植物咁神奇啊？小姓林，名旁，字路兜。我苗条似长剑，硬刺如刀锯。古人又叫我做锯剑。为什么这只林旁种维持到几百年历史呢？就是它有稻虫和去湿作用，所以我们本地人到现在都还是用它来做种。每年端午节前后是我的营业时间，我被灵姐养到肥尸大只要三五七年，而突如其来只需要一瞬间。想用我包种没那么容易，第一时间要上山锯林旁，一条林旁就有三个位置有这些辣的，将啲刺慢慢消咗去，要慢慢嚟。你一话快啊急啊，佢就铲到自己，好容易损手烂脚啊！消完之后咧，再清洗，分割开一条就变两条，一只种咧就总共两条林旁就变咗四条，四条都要一样大细嘅，将佢交叉住，交叉住佢就唔会甩嘛。佢有八只盘，都系代表我哋农村所见所闻所用。明明可以靠养，但系我偏偏要靠实力。宰相的肚度可以蛙艇，林旁的肚度亦都可以包种。积咗之后，那个造型咧就要留翻一个口，佢就放材料落去啦，加咗个五花腩肉、咸蛋黄，所以依家做一只种咧，时间比以前可能长一半嘅。你嗰啲种嘢就唔同，放完馅料之后咧，佢就唔会爆。嚟到最后嘅考验，只有耐得住高温，忍得到寂寞，先可以大功告成。要长期睇火咯，七八个钟已经所有呢啲林旁味道已经渗入去啦。煲完之后，成半条村都闻到嘅嗰只植物味啊！经过十个钟耐心嘅炮制，呢家人用我包嘅每一只种都系美貌与内涵并重嘅限量版。呢只林旁种系提前嘅，系初一食嘅，祈求风调雨顺。你要现摘，如果唔系就黄。好似我哋今日咁样四个人做，一日时间五十只种，好繁琐咁啊！特别香嘅咧，用闻一日好香啊！好香嗰啲林旁嘅味，中意加嗰啲半肥瘦嘅猪肉落。我最中意就系嗰个腩啦，个寓意啊几好啊，系富贵临门啊，同埋事业有成啦。买翻去俾啲小朋友抄下，嗰个真系嗰个节日个传统节日啊，俾佢哋感受下啊嘛。我咧就嫁翻嚟呢度，跟佢学都学咗几年噶啦，精通好难。十三岁啊，学我妈噶，啊女嘅心好咯，佢又专心学咯，我咪俾女生教佢咯。将我呢啲就传俾学生啊，我而家都教个孙仔，佢都有意思学嘅，即系因为咧佢系我哋虎门嘅传统文化，又唔想佢失传。百年时光流转，喺追求快嘅时代，我哋依然一年又一年。将美好的祝愿细细编织，紧紧包裹。